看看有意思。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深秋將至，好快會到下一個流感高峰期，大家開始保養好身體未呢？近年唔知市民，連政府同醫管局都問流感識別，無他，只因公營醫療服務一早超負荷，根本無力應付大型嘅爆發。偏偏流感高峰期一年兩三次，於是經常出現逼爆急症室、病人瞓走廊嘅凄慘情況。公院超負荷已經唔係一朝一夕之事，無奈政府一直苦無對策，連平日排專科都越排越耐，睇牙仲慘啊！因為公院眼科醫生難頂工作壓力，大紅忙，而家要等至少三年啊！屋漏兼逢連雨夜，當下困局未解決，馬上又要應付人口老化嘅挑戰。根據研究顯示，平均一位長者五病纏身，多數仲係慢性疾病。假使每樣病一年覆診幾次，大家想唔想像到今日已經幾乎崩潰嘅公營醫療服務，將來又會面對啲咩挑戰呢？所以我方認為要討論今日辯題，即係中醫服務應否納入公營醫療體系，關鍵係咁做對人口老化挑戰，對舒緩目前公營醫療負荷係咪都有幫助呢？結論是肯定的，而且是對醫療界、病人、政府都有利的三贏方案。先從講醫療角度分析，中醫效用早就得國際認同，相信很多人都很清楚。就好像最近一份提出針灸可以治療便秘的研究，就刊登了在內科醫療研究雜誌。講流感，連醫管局都曾經呼籲公眾去看中醫。事實上，2003年沙士期間，醫管局更加是廣東請回來中醫共同研究對抗沙士。試想像下，如果流感高峰期的時候公立醫院有得同事看中醫，不是最有效的分流嗎？發展中醫還有利應對人口老化，事關慢性疾病只是中醫所長。就以骨科為例，行西醫專科要等三年半了，但中醫導遊骨科還有針灸和推拿，一旦中醫納入公營體系，就可以將病人分流。還有其他常見的老人病患，例如高血壓和高膽固醇，中醫都幫到手的。分流成功，西醫的壓力舒緩，對減輕醫護流失率具有幫助。從中醫的角度，入公營系統，中醫可以提高薪酬待遇，中醫業界是提升地位，有助促進長遠的專業發展，所以中醫界是一致贊好的。對病人來說，是西醫還是中醫其實根本就無所謂，最重要是醫得好，醫得快。骨科等三年半，就算原本是次更急，都等到好更急啦。所以我方建議對病人是一定有利的。更甚的是，多數的醫學界人士，包括前衛福局長楊永強都指出話，人口老化當前，發展基層醫療是刻不容緩的。近年越來越多人看中醫，但私家診症點都是咁貴，將中醫納入公營體系，更加能造福基層，這個本來就是公營醫療的使命啦，唔係咩？最後對政府來說，中醫公營化需要先撥款一筆，但是如果能夠有效分流，減輕了西醫的系統負擔，這一筆的撥款就物有所值了。更何況如果有中醫快點看到症，更加多的病人病向淺中醫，不用等病情惡化才來醫的話，連上也都是幫政府減輕了醫療開支的。最後還記得我剛剛問大家，當醫急症室逼爆，如果有得選看中公家醫生是不是會好很多呢？其實不用想像的。事實上，政府幾年前已經推行了三康合作試驗計劃，部分公立醫院有設立中醫門診服務。去年下個流感高峰期的時候，醫管局就呼籲大家轉去看中醫教育中心，還說只需要第一個總編。我建議支持我方，需要想像，只需要開放，數據擺在眼前。請問有方如何否定？多謝各位。政府全面發現是有關四分零條無消市服信法，跟著是反方主辯，你有請。主席、評判在座各位，聽完有方主辯的發言，有方來認為中醫服務對市民有利，例如可以治療慢性病等等，所以要納入公營體系。用有方同學的邏輯，對市民有利就要公營，結論是不單單只是中醫，但凡對市民有利的都理應公營。明顯有方同學這個理據是沒辦法論證，中醫有何獨特性，一定要納入公營醫療體系。早於2014年，政府決定撥地興建中醫醫院，以中醫為主，中西醫協作模式提供服務，所以近年推行中西醫協作先導計劃，試驗中西醫協作的可行性。
去年政府決定出資興建中醫醫院，建議由非牟利團體做營運，因而引起不少中醫師的不滿。理由是非牟利團體主管絕大部分並非中醫藥專業出身，導致非專業管專業，所以有部分中醫師爭取將中醫納入公營醫療體系，衍生今日的辯題。我方今日衡量辯題的準則是從中醫和公營醫療體系兩者的本質，論證前者不應納入後者。首先，從公營醫療體系的本質而言，公營醫療體系源自廣英時期建立的制度，因應獲得西方國家的做法，以西醫的循證醫學作為運作的核心。循證醫學即是以臨床證據為基礎，針對特定的疾病，以科學的方法收集和分析積累的臨床資料進行研究的過程，從而拿出一套標準化的治療。所謂標準化，即是治療對絕大部分有同一疾病的患者都發揮效用。現行的藥物名冊制度就是一個具體的事例，名冊的藥物評審和檢討過程以實證為本，除了考慮藥物安全和成本效益，更加重要的是肯定對普遍效者發揮療效才會被納入名冊。目前政府推行的中西醫協助計劃，臨床仍以西醫為主，研究中醫如何融入西醫系統，但計劃備受爭議，因為中醫的醫學理論難以用西方的循證醫學角度驗證其療效。正如香港前線中醫聯盟秘書長陳文漢醫師所言，推動中醫發展不應該模仿西醫做法，用壓性指標指導中醫臨床，無視中醫重視病人整體作治療的特點。中西醫協作將中醫理論割裂，使中醫失去其原有特色，將中醫納入公營醫療體系只會窒礙中醫發展。第二，從中醫本質而言，中醫是一種整全醫學。根據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劉建平醫師所說，即是中醫是人體各部分唯一有機整體，要醫治病人需要保持整個人的陰陽調和，所以中醫需要根據不同人的身體狀況，受到不同位置選擇不同的治療方式。同時，中醫並非直接針對疾病病因治療，而是透過調理身體治癒疾病，治療過程一般較長。但正如我剛才所言，公營醫療體系是以循證醫學作為運作核心，追求標準化治療，加上公營醫療是全民的醫療安全網，經費來自公帑，所以要用有效的資源達到效用最大化，幫助最多的市民獲得適切有效的治療，嗰個有療效有效率的標準化治療方式。可見中醫的治療方式與公營醫療體系大相徑庭。正如中大中醫學院講師李宇明博士表示，西醫是人的病，直接針對病因治療，但中醫則是重病的人，重視病人的整體，所以中醫治療是因人而異。同一個病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治療方式，即使是相同的療法，對不同人亦都能夠有不同的效果。例如針灸治療就是對部分人有效，對部分人無效，難以進行標準化治療。如果強行將中醫納入公營醫療系統，只會降低其效率。總括而言，基於兩者本質，中醫服務納入公營醫療體系只會導致兩者相輸的結果，故此辯題理應不成立。最後想問有方同學，如何論證中醫可以符合公營醫療體系循證醫學的運作模式？多謝各位。反方主辯所用時間為4分07秒，每小時無需過分。跟住係公辯嘅環節。中年一方可以自由挑選對方的論點回答問題，並打斷對手發言進行。回答方不得反問，亦不得打斷中年一方發言。如有違規，中年一方可以即時提出，評判認同可直接扣分，每次1分。如中年一方如常發言，評判可自行決定是否扣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冇嘅話，正方請自由派出一位辯員作公辯。請你自由選擇反方一位辯員接受質詢。反方方面啊，好，正方公辯開始，你有2分鐘嘅時間。我相信今日雙方嘅立場都係為市民著想嘅，而公營醫療咧係可以又快又可以幫到到越多嘅基層市民，有方你認唔認同啊？認同。咁好啦，咁而家多咗一個途徑，就係用中醫服務去納入公營醫療服務，去幫市民去睇病。你覺得會不會多了市民受惠呢？可能會，咁真的會多啦。咁而家我哋見到個趨勢就係咧，而家香港市民睇中醫的趨勢上升緊嘅。我哋而家2015年咧，已經可以有全港咧係大約有40%嘅市民咧係有睇中醫。
醫啊？咁點解你認有市民睇中醫？咁所以點解你認為中醫納入咗公營咧係忙著係令到市民係冇辦法受惠到？多咗市民受惠唔等於要納入公營醫療？咁你認為點樣先至可以唔納入公營體系又可以幫助到市民咧？我哋可以俾資助咯。資助例如咧？例如醫療券咯。醫療券，但係有冇同你有冇聽到我頭先講噶？我講咧，而家香港越來越多市民去睇中醫喎。冇錯。咁即係有冇同我今日承認咗咧？中醫咧係有一個效能係可以令到香港市民咧嚇可以睇中醫之餘咧，又可以改善到佢嘅健康。咁有冇同我想問下你，你咧知唔知道睇一個骨科要等幾耐啊？頭先係講咗三年。係三年啦。咁有知唔知睇精神科要等幾耐啊？係三年。都係三年半啊！有冇同學話，其實咧，而家我哋見到香港嘅醫療體系咧已經非常之崩潰，就係連去睇一個骨科咧都要三年嘅時間。有冇同學點解你原來多咗一個途徑去幫香港市民去穩固佢健康，你反而覺得係唔應該納入公營體系咧？多咗中醫唔代表啲市民唔夠時間去調咗，而且而家有都點解咧？因為多咗之後只係分薄咗資源，唔代表會好。分薄資源，但係我哋而家講係分流啊！有冇同學？而家我哋見到嘅睇，我哋而家睇到現況咧就係而家嘅公營體系已經崩潰，所以我哋需要更多健康聯繫醫生，跟住嚟到南方嘅地方，南方請自由提出因為點，請你自由選擇正方因為點接受質詢。好，南方公電開始，你有兩分鐘時間。咁我哋有冇睇過中醫啊？有。咁你知唔知道其實中醫會根據你嘅人嘅體質去定立你嘅一個治療方案咧？係。咁當佢有唔同嘅治療方案嘅時候，佢符唔符合到一個香港醫療系統需要嘅循證醫學，亦即係佢一種療法要對絕大部分嘅人係有效嘅咧？但有方同學你分享出嘅嘢喎，其實咧我哋有公營系統，佢唔係淨係話要同一範。咪住先，有方同學你聽翻清楚，我方由始至終都係同你講緊嘅係，原來香港醫療系統係一直跟緊西醫嗰一套，係做緊循證醫學嘅，亦即係佢要確保到每一種藥物係或者係每一種治療方法啦，係要符合到大部分人，亦都係做到大部分人普遍有效嘅時候，咁我中醫做唔做到？中醫都一樣係可以。咁我而家問你，假如你係一個寒痿嘅人啦，但係咧？你就用嗰一套藥啦，而另外一個咧，佢將呢一套藥用喺一個熱底嘅病人身上，佢嘅效果係唔一樣嘅咧。阿方同學，其實你問嘢都係想我答啫，咁不如你俾啲時間我答，唔好截斷我講嘢先啦。嗱，首先咧，你所講話咧，佢循證翻西醫嘅嗰一套嘢咧，其實中醫同樣，只不過係因人而咁樣去治療你，但係同樣都係可以。咪先咁啊！你根本聽唔明白，我方所講嘅循證醫學係咩？我方所講嘅循證醫學係指嗰隻藥要對絕大部分人有效啊嘛，即係你唔可以因人而，就算因人而。都只係劑量上面嘅分別，而唔係完完全全每一套藥方每一套治療方式。但係有方同學，你同唔同意呢個中醫對於治療呢個市民嘅影響啊？唔係，我想講俾你聽嘅就係，只要佢有效嘅，只要佢可以有效，如果有效就等於可以納入公營醫療系統。咁其實好多嘢都可以納入公營醫療系統喎。因為我哋準則未免放得太低啦。咁你例如仲有啲咩其他嘢可以幫助到呢個西醫舒緩到佢嘅呢個嘅負擔，之餘又可以做到？尤其是當西醫有負擔嘅時候，有方要諗嘅唔係應該吸納多啲西醫人才咩？點解西醫有問題嘅時候，你要吸納中醫人才？就好似我讀緊嘅係一間女校啦，我而家收唔夠女仔，係咪收男仔入嚟啊？但係有方同學，你忽略咗嘅係而家個問題嘅嚴重性，而我哋要解決嘅係人口老化之問題。我明白，有方同學講咗好多嘢，同我哋講啊，骨科要排三年，啊精神科要排三年。今年環節結束，而家輪到正方第一副辯。你有三分鐘嘅時間。主席評判在座位，大家好。其實睇完友方開辯發言，我方同埋發現，其實我同友方已經達成一個共識，就係東亦同中醫其實係有相對嘅醫療效益，而且對病人同埋提供醫療服務質素係有莫大裨益嘅。友方同我只係擔心緊點樣詳細去運作，點樣先去納入呢個公營體系。但其實呢個問題好簡單嘅啫，同埋我亦都要感謝友方同學同意咗，如果中醫納入咗公營系統嘅話，其實佢係可以做到分流作用嘅喎。但係你哋擔心緊嘅係醫管局能力未低。其實政府其實好似你哋所講嘅咁，政府有資助，亦都有配套資源，更加可以成立獨立嘅中醫局，可以開放討論。所以咧，就算醫管局你話可能喺呢個理念方面有某一
未能夠有如理想嘅，但其實醫管局你唔可以否認佢其他方面嘅方針係符合中醫嘅，就例如咧，醫管局其實咧佢哋都非常之主導咧，要照顧呢個基層市民啦，唔止係你哋所講嘅咩統一化治療嘅，佢哋亦都非常之考慮到要呢個顧及基層市民，所以咧只要呢個中醫其實佢係幫到人啦，而且惠及到呢個基層市民啦，同埋咧佢某程度上達到分流作用嘅話，咁其實比西甚至有比西醫有更高嘅呢個醫療效益，點解唔將佢納入醫療系統咧？其實首先中醫係有相對嘅醫療效益㗎，喺服務成本同埋對公營醫療系統方面嘅財政負擔都比西醫少，而且佢某一啲理念同呢個醫管局嘅呢一個照顧基層市民嘅呢個理念係完全符合㗎。中醫成本低，效益亦都唔少，更加能夠達到分流作用。而三日之前，伊利沙伯醫院一宗因為延誤治療而同埋醫療事故而去世嘅呢個伯伯嘅事案為例啦，一名59歲嘅伯伯喺2月嘅時候因為長期病入院，但係只能無止境咁樣輪候等介專科，半年之後就有呢個急性肺炎，因為之後仲更加因為醫療事故而身亡。其實講成本啦，佢成個療程涉及一部過千萬嘅 X 光機，接近10,000蚊嘅呼吸機，著心肺復甦器等等等等，比起成個嘅中醫療程，加埋食中藥調理等等嘅費用，其實中醫嘅醫療成本比起西醫只係冰山一角咋。再講啦，我哋之前係見到菲律賓咧，佢亦都有一個用中醫成功治療肺炎嘅一個例子嘅喎，一個中醫用麻黃藥作為藥方，再加上針灸，就將西醫可能要用1到2個禮拜嘅治療時間縮短到用3日就醫好咗肺炎，甚至一啲副作用都冇添。咁如果係咁，就算個伯伯有急性肺炎，就即刻去睇中醫，都可以舒緩到佢嘅情況，甚至扭轉佢嘅命運，唔會因為醫療事故而令到伯伯去世啊！講效益，正所謂病向前，中醫調理身體先，喺病情輕微嘅時候就即刻分流去中醫嗰度調理，咁就可以避免去公營醫院度，因為延誤治療導致病情惡化所產生嘅額外醫療開支。更何況人口老化嘅趨勢之下，未來每3個人入面就有個長者，可見到中醫帶嚟嘅醫療效益，長遠而言係會減輕政府醫療負擔。而有方同學擔憂緊所謂啲乜嘢中醫究竟符唔符合醫管局而家嘅呢啲理念，係咪其實過分杞人憂天呢？多謝各位。正方第一副辯所用嘅時間為3分04秒，冇超時，無需扣分。跟住係反方第一副辯，你有3分鐘嘅時間。主席評判在座各位，今日有方同學兩個論點啦。第一個有方同學就話啦，而家中醫需要政府錢啦，咁就可以減低流失率啦。咁想請問有方同學，今日究竟當公營醫療係啲乜嘢嘢咧？有冇諗過其實要政府錢嘅話，同樣都要負上呢個公營醫院嘅責任咧？咁其實公營醫療系統咧，就係作為呢個嘅循證醫學啦，係針對疾病嘅西醫作為主導，係用大量嘅臨床證據去證明呢個治療方法對大部分嘅病人有效啦，追求呢個標準化嘅烹調式醫學。但係中醫咧就係全性醫學，針對改變病人體內嘅環境，難以分割出醫治個別疾病嘅療法。作為研究兩者嘅本質根本唔同啊！就例如好似鼻敏感咁樣啦，西醫要做嘅咧就係針對你鼻敏感嘅病徵，開啲抗鼻敏感嘅藥俾你，但中醫咧就會先了解你嘅身體，發現你鼻敏感源頭喺邊度，再從體質出發，例如啦，肺氣虛弱、風寒雜肺啦，同埋脾氣虛弱、水濕發痹，其實兩者已經有兩個完全唔同嘅醫法啦。其實今日有方同學根本都論證唔到點樣確保到公帑嘅運用啦，公帑唔可以用得其所，咁我想問一下啦，政府究竟點樣對得起納稅人呢？第二啦，有方同學就話啦，可以幫助到市民對醫療慢性病有效，咁所以有方同學舉出一啲例子，究竟有啲咩病係中醫一定可以醫到，而西醫醫唔到嘅呢？而成功率又有幾高呢？就算退一步嚟講啦，的確係有啲病西醫醫唔到，但係係因為佢技術所限，而且係冇一個嘅標準化嘅療法啊。但係而家其實已經有啲藥啦，有啲病咧西醫已經可以用藥物去抑制到啦，係符合到做到呢個標準化藥物中提供咗最適合嘅治療啦。而中醫嘅療效唔可以通過到循證醫學，因為中醫本身嘅理論就係就病人本身嘅身體情況去治療，針對唔同病人就會有唔同嘅醫療方法，難以確保一種療法會對大部分嘅病人產生作用喎。咁有方同學係咪覺得即使可能有機會可以
醫得好就要納入公營醫療系統呢？而且咧，有方同學咧就從醫院方面嚟講啦，就話啦，而家人手唔足夠啦，咪住先。咁而家既然係西醫唔夠人手啦，咁我加從西醫嗰度加人手噶啦，點解依然又要將呢個中醫加入去呢個嘅公營醫療系統嗰度呢？其實事實上啦，強行做到中醫，強行要中醫做到呢個嘅循證醫學，其實根本就係錯噶，因為難度非常之高啊！除咗因為中西醫嘅醫理唔同之外，更加係因為中醫嘅治療變數大，難以有統一可量化嘅結果啊！因此，既然中醫套入循證醫學本質有錯，又唔可行，符合唔到公營醫療系統嘅準則，咁請有方同學義父論證翻納入嘅必然性啦，多謝。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大家好。啱啱范方講到中醫嘅本質同西醫有衝突，各方面唔同。首先講到啱啱有方講到西醫係循證醫學，所以中醫係因為同佢有衝突而唔可以融入。但係我哋睇到嘅就係中醫係有效，而且係得到國際認證，兩者係並冇衝突，可以相互相成嘅。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幹事嘅陳女士講過，中醫同西醫兩者係無衝突，喺衞生保健之中，兩者可以融為一體，取長補短，相互相成嘅。就以沙士為例啦，當年醫管局就請嚟廣東省中醫師嘅嚟幫助嚟揾出沙士嘅解藥。之後反方啱啱就提到，將中醫納入公營醫療體系，就係對市民有好處，但係唔係嘅。係達成一個三贏局面，係對中西醫、政府、市民有一個長遠嘅效益。可能喺短期內，我哋需要撥入一啲資源喺西中醫嗰邊嚟吸納啲人手，但係長遠上，我哋因為中醫係強調病向治中醫，係長遠上係可以達到令病人喺康復之後提高呢個免疫力，嚟避免再次患病。而我哋政府醫管局嘅理念就係達到一種病人可以少啲嚟睇醫院，達到佢哋提高佢哋嘅健康。而中醫就正正切入一點，所以長遠上嚟講咧，花費係絕對係值得嘅呢個花費。啱啱我哋仲提到對市民，中醫對市民有好處啦。中醫藥可以起到一個分流嘅作用，而家公立醫院嘅專科嘅輪候時間好長，就好似骨科啊、內科呢啲，而中醫都有骨科、內科呢啲嘅。就好似骨科咁，我哋等成三年半，而內科平均都等成一年兩個月。可想而知，有幾多人得到及時治療而病情惡化，細病變大病，大病變大大病。咁呢啲病就係會惡化，唔惡化就唔叫病，叫無事。所以我哋點解要引入中醫，就係盡快令呢啲病人到及時得到治療，避免佢惡化。雖然未必話一定肯定佢哋可以100% 痊癒，但至少佢哋唔會繼續惡化落去。除此之外，中醫係嘅擅長就係治療一啲慢性疾病，而本港而家嘅慢性疾病總人口入面咧，有19.2% 嘅人口咧都係有慢性疾病嘅，而中醫就正正可以針對呢點嚟面對人口老化帶嚟嘅挑戰，同埋應付本港嘅需要。再多謝各位。正方第二次預所有嘅時間係2分83秒，我先定義諗錯30秒。跟住係反方第二副辯，你有30秒嘅時間。有扣分，1.5分啊。在座各位，譬如有冇咁耐嘅發言啦，唔係可以
李婉芳對我哋公營醫療以及中醫就有幾個誤解。第一個，今日有方睇唔清楚公營醫療嘅核心究竟係啲乜嘢。今日有方同學同我哋講啦，我哋而家中醫好有效啊，可以幫到好多人啊，咁我哋咪要納入公營醫療系統咯。咪住先，有方諗翻清楚啊，係咪市民有需要而呢樣嘢有效，就等於可以納入公營醫療系統咧？好明顯唔係咁簡單嘅。如果個邏輯真係咁簡單嘅話，咁其實政府可以包到好多嘢喎。香港市民嘅衣食住行樣樣都要包。究竟要做啲乜嘢咧？係咪真係有需要就等於要納入公營醫療系統咧？而且今日有科學亦都睇唔清楚成個公營醫療系統背後嘅核心究竟係啲乜嘢？西醫係由西醫嘅成個嘅循證，西醫咧係遵從住一個循證醫學嘅準則啦。而公營醫療系統咧呢樣嘢亦都係由西醫傳入嚟嘅，所以成個公營醫療系統嘅體制咧，亦都係要符合成個循證醫學，亦即係確保呢一種嘅藥物或者治療方式對大部分人都係普遍地有效，咁樣先至能夠真正地確保政府嘅公帑係用得其所，先至能夠確保納税人啲錢係冇用錯噶嘛。但今日有同我哋講咩啊？哦，原來有效就得㗎啦。但係咁你所講嘅有效，究竟係有幾多成嘅機會會有效咧？咁啊，係咪要為咗一個渺茫嘅可能，就要將呢樣嘢納入呢個公營醫療系統咧？好啦，就算退一萬步嚟講啦，中醫真係可以對某啲人造成一個有效嘅結果，亦都有某啲人係需要嘅時候，點解呢啲人唔可以自費去公營去一啲私人嘅中醫診所咧？點解呢啲嘅人唔可以自己去？私營嘅中醫診所去治療咧，再講啦，其實東華、廣華呢啲醫院亦都有免費嘅中醫服務啦。究竟有啲乜嘢滿足唔到有翻我哋需求先？好啦，第二個問題啦，今日都秉持住一個好簡單嘅原則，就係、是、市民有著數，中醫有著數，咁我哋咪可以做咯。但好明顯唔係咁樣噶嘛。首先不論呢一個準則係咪啱嘅先啦，但係首先有翻我所講嘅市民有著數，究竟又係咪真嘅咧？今日都完全確保唔到係咪對每一個市民都有著數先。今日我方同你講啦，原來中醫係一個整全性嘅醫學喎，即係佢根據每一個人嘅唔同體質都有唔同嘅做法嘅時候，譬如話你係寒底，我開一種藥；你熱底，我又開第二隻藥。就算咳嗽，中醫都有分六種嘅唔同咳嗽嘅時候。咁我點樣論證到你講一種療法係對所有人全港嘅市民都係有效嘅咧？好啦，今日有仲同我哋講話，哦，我哋可以幫到公營醫療慳錢㗎，因為佢哋會少咗覆診㗎，都係嗰句啦。今日從來冇同我哋論證過任何嘢，即係同我哋講，哦，有效咪得咯，有效咪得咯，但係又唔同我哋論證個效果究竟有幾大喎？今日究竟喺度論證緊啲乜嘢咧？好啦，去到最後啦，今日話就話要納入，但係冇考慮過納入究竟要符合啲乜嘢條件咧？今日要如何獲得藥物決策，要如何做到確保所有遊客冇交代過？故此今日辯題你不成啦，多謝各位。我方第二副辯採用嘅時間為3分07秒。而家進入自由辯論嘅環節，雙方各有3分1秒嘅發言時間。當某方發言時間用完，本人會宣告另一方輸剩餘嘅時間。雙方可以自由派出一位或多位辯員發言，而每位辯員都必須喺本環節發言。如果本環節結束嘅時候，在場人士發現有辯員從未發言，該辯員所屬嘅一方將會被每位辯員扣除5分。請問雙方可能？全部都可以納入公營醫療系統先。其實可以嘅，但係前提係你所講嘅嗰啲嘅咩雞尾酒療法嗰啲要達到
國際認可嘅嗰個標準同成效咯。有方同學，其實我都想問翻你，今日嘅辯題唔係話中醫符唔符合咩循證醫學，而係話中醫究竟應唔應該納入邊個公營體系嘛？咁點解你哋所講話咩一定要達到循證醫學先可以納入公營體系咧？你又點知納入咗之後對每個人都係唔好嘅咧？又點知中醫對所有人咧都係冇效咧？有方同學你哋講到好似話咩都冇效，又要我哋一定要論證話咩有效咁樣喎？請有方同學搞翻清楚先，因為香港公營醫療體系嘅準則就係要達到循證醫學啊！邊度講噶？好啦，今日我剛睇到啦，原來香港嘅藥物名冊係正正遵從咗呢個循證醫學，而西方嘅醫學亦都係一路用緊呢個循證醫學，而香港當然係用係西方醫學帶嚟嘅，就好似藥物名冊咁樣。而家香港嘅藥物名冊啦，係要確保到嗰只藥物對大部分人有效，經過不斷嘅臨床實證，做到呢個循證醫學過程先可以納入藥物名冊噶嘛。呢個咪最論證咯。現時政府都有相關法例規管翻中醫，就算《中醫藥條例》第549章同埋549F章。同埋中醫藥材零售商嘅執業指引嚟確保呢個中醫嘅從業員具備藥材同埋調配嘅知識，即係確保市民嘅安全。我個人正質疑我方話公營醫療到底係咪循證醫學？我話你聽到而家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就曾經講過，如果中醫要納入，就要遵循循證醫學，而最大嘅部分正正就係而家冇辦法循證，做唔到循證醫學啊！點解要從循證醫學咧？而家有個我方一直都搞唔明，你一直係咁講循證醫學咧，呢個公營體系咧係西方人做呢個體制唔同，所以就用唔到。但我而家講嘅係內容啊，體制有咩乜有咩問題啫？本身唔同咁，所以咧醫法唔同，相輔相成，唔可以咩？點解要用西醫嘅標準去否定咗中醫可唔可行性納入公營體系咧？我有乜我都好搞笑喎！你究竟明唔明白公營醫療系統嘅循證醫學就係為咗確保香港市民公帑能夠用得其所啊嘛？當你只能夠確保佢可能勉強對一小部分有效咁樣啦，咁樣你又係咪能夠確保到公帑係用得其所咧？我真係而家有方同學，你以為公帑係重要過咁多個市民嘅健康㗎係咪啊？喂，咁有方同學唔係重唔重要問題，而係你公帑本身就應該好好運用啊嘛。咁係咪你公帑政府唔使理佢究竟做到幾多成效，政府唔使理呢一班中醫究竟做到幾多嘢嘅係唔係？咁有方同學，我想問下你，你用嗰班公帑你可以點樣用？你用你個循證醫學去幫到更多嘅市民咧？我引落嚟睇翻清楚，原來我哋而家循證醫學確保到嗰隻藥對大部分人有效啊嘛，而即係佢開出嚟嘅藥係絕對能夠醫治，係近乎百分百能夠醫治到市民時候，點解唔係有效？絕對你確定？我而家睇我骨貴敏三年喎。咁我講醫治嘅成效唔係睇時間。哦，咁即係而家我敏三年，等到我死啦，我惡化啦，而家喺度末期嘅時候，你先至話哦，而家先至係睇成效喎，你都幾搞笑喎。我今日有方同學論證唔到可以做到循證醫學，論證唔到中醫嘅療效嘅時候，今日而家轉戰場就同我哋講話，因為我哋驚會等唔切會死啊！咁有方同學，你可唔可以論證下點解我哋而家唔係用納入更加多西醫醫生呢個方法嚟中醫咧？有方同學，你而家仲未聽到重心，我哋就而家係問緊點解一定要用循證醫學嚟否定中醫啊？而家你係咁講話，點解我哋可以增加資源學西醫？咁我想問下，點解唔早啲加咧？而家仲未加到喎。講咗咁耐，有方同學始終都聽唔明白循證醫學究竟係啲乜嘢。我方同學講咗，佢係成個公營醫療系統嘅根本，連立法會都話，連立法會都話，原來將中醫納入公營醫療系統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如何要符合循證醫療啊嘛。但有方同學，你話咧循證醫療就係要確保個藥物對大部分有效，咁你點樣證明到中醫所有嘅療效對大部分都係無效嘅咧？你嘅講法係咁樣嘅。有分流解釋清楚，我從來都冇講過我哋要確保所有，但係今日有可能你明唔明白嘅係中醫佢本身嘅呢一個嘅發展嘅規發展嘅呢一個路程啦，就係要因人而異啊嘛。當佢要根據每一個人嘅整體去做一個實驗嘅時候，即係佢開出嚟藥方會唔同，即係單一藥方係冇可能對全部人有效噶嘛。咁唔全部人，咁部分人啦，點解唔可以相輔相成啊？而家我哋喺公營醫療體系用西醫同時用中醫，唔可以咩？可以，咁你咪自己去私人睇咯。唔係，有方同學，首先你搞清楚嗱，你話佢嘅醫療係因人而異咁樣去醫，咁首先我醫你嘅時候，我對你有效；我醫第二個人嘅時候，我都對嗰個人有效。咁樣講，佢嘅所謂嘅呢啲嘅醫療方法，你就對大部分有效咯，唔係咩？有方同學，你講嘅係醫生啲人，我方講嘅係藥方或者係治療方法。我講嘅都係藥方。喂，有方同學，你一個藥方對一個寒底嘅人你要點醫，對一個熱底人要點醫，係完全唔同嘅兩套藥方嚟。有方同學搞翻清楚啊！係兩套完全。藥方唔代表冇效嘅喎，我就係因為你係寒底人，我就分你個情況醫你，咁你對我有效咯。我因為第二輪除到底，我醫翻佢對佢有效，咁即係對大部分我嘅所用嘅嗰套醫方都係有效嘅咯。有
啦。請正方派出一位議員或多位議員，用盡以下嘅14秒準備好。其實睇成份自由辯論咧，我都見到其實反方同學根本咧都冇完全可以說服到我哋，就話點解中醫一定要去尊重循證醫學啊？佢哋係咁話一個標準劃一嘅一個方式去否定咗中醫嘅存在，呢個解釋。正方所用嘅時間完畢，自由辯論環節結束。而家係結辯環節，雙方自由有一分鐘準備時間。時間結束，先由反方主辯作結，由反方結辯作結，還有4分鐘嘅時間。主席、評判在座位大家好，聽咗半個鐘嘅複雜醫學知識，我不妨放鬆一下，聽下童話故事。啱啱版嘅《灰姑娘》故事入邊，灰姑娘嘅家姐為咗去著得入王子嘅玻璃鞋做王妃，就削足適履，但冇諗過王子鞋真係適合自己。嫁錯郎要賠上一生幸福，但若然中醫用錯方法發展，賠上嘅更係關乎大眾嘅醫學發展。而今日遊方學文相信公營醫療系統呢位王子適合灰姑娘嘅家姐，即係中醫，即係好明顯，因為遊方學完全睇唔清楚王子嘅擲偶條件，咁樣我哋就可以引申到遊方學第一個問題準則過低。咁啊，遊方學咧主辯口口聲聲口話，我哋中醫可以有療效，可以幫到好多人㗎，而呢個療效已經可以論證到喎。但原來咧，佢自由辯論嘅環節已經退到咗。哦，咁我哋咧只要係論證到佢可能對部分人有效，咁樣我咪應該要納入咯。但有方學咧，原來你嘅準則係低到咁樣嘅時候，咁樣我哋咧係咪將所有有可能做到嘅方法都全部納曬入去公營醫療系統度，音樂治療啊、跟住走治療呢啲全部納曬入去，咁樣公共嘅資源係咪真係足以應付到咁多咧？定抑或有方學你完全都係一個共產主義，市民想要乜嘢，哦，我哋咧政府就應該俾啲乜嘢咧？所以好明顯，有方同你呢一個邏輯咧係非常唔合理㗎。咁點解我方一直堅持一定要做到循證醫學先至可以納入公營醫療系統呢？就因為公營醫療系統嘅資源係納税人嘅錢，係全香港人一齊出嚟一齊俾嘅錢。而若然你呢一個療法咧，其實佢嘅成效係成疑嘅時候，唔知係咪真係物有所值，可以攞得翻回報嘅時候，就係遊方同學，你將冒冒然將呢一種療法納入去公營醫療系統，係咪真係對得住全香港嘅納税人呢？所以今日有方同學係根本論證唔到納入中醫係可以舒緩到公營醫療系統嘅負荷，就因為有方同學論證唔到佢嘅成效。而今日有方同學係完全抽空緊實際情況，完全係為政而政，所以根本就唔合理。第二不必然，今日有方同學咧就話：哦，我哋而家嘅目標係想提供更加多嘅服務，可以減輕到醫療嘅負擔。而主辯嘅時候都話：我醫得好，醫得快，咁就得咯。咁點解一定要用中醫呢？遊方同學冇論證清楚，就好似我而家喉嚨痛，但係我又不肚餓喎。而家冇足食啦，眼前咧只係得薯條。咁我而家係咪應該就要食咧？咁其實唔係㗎，因為我見到薯條其實反而咧係對我哋更加好益嘅時候，咁點解我哋就一定要食佢呢？好啦，今日遊方同學完完全全係講緊我哋，我原來而家西醫人手不足，咁點解
頭辯論嘅環節都答唔出中醫有啲乜嘢特性，亦都答唔出當你見到原來咧納入去會有反效果喎。循證醫學做唔到，公誒唔係納税人用嘅錢係咪用得其所？知道，反而對中醫咧仲會有害喎。哦，原來咧會割裂埋中醫嘅理論，違反埋呢一個傳統理論嘅時候，咁樣呢一個係咪真係對香港市民對中醫發展係有利處咧？現時香港政府同藥方台都想發展中醫，但就怕中醫學說冇科學根據，難被社會接受，所以就提倡中醫學化。但中醫同西方醫學嘅理論截然不同，五行學說等理論科學都解釋唔到。而中醫日漸普及，甚至嚟自外國嘅中醫師都相信中醫嘅傳統理論嘅時候，點解我哋要為咗迎合主流社會嘅觀點，要中醫去迎合西方科學呢？中國人嘅家姐明明聰明又貌美，有能力將自己變成豪門，又使乜一定要聽阿媽話要嫁入豪門呢？香港一直以能夠融合多元文化著稱之後，點解我哋就唔肯相信中國嘅傳統醫學呢？多謝各位。揾方結辯所用嘅時間為4分06秒，每超時無需隔，無需過分。最後由正方結辯作結。你有4分鐘嘅時間。主席、評判有分台在座各位大家好啊！咁其實聽住成場辯論咧，我哋都係完全理解唔到點解有方一直喺度執重喺一啲好奇怪嘅論點啊！嗱，頭先咧，反方同學嘅結辯咧就講到話咧，我哋咧就唔應該用中醫啊，而且咧我哋又唔可以好似西方咁樣引入中醫，但係佢又話又要跟翻呢個循呢、這個叫做所謂嘅咩循證醫學啊，咁呢個唔係自相矛盾嘅咩？一方面話唔可以用中醫，一方面咧又要話要遵循翻呢個循證醫學。咁其次咧，我哋認為咧有方同學今日執重心非常之奇怪，就係話咧佢執著應用喺循證醫學作為一個標準同埋劃一翻去，令到全香港市民咧大部分人都可以根據翻同一個方式同一個表格咁樣嘅形式咧，係去幫助到市民啦。咁但係咧佢又，但係我方認為咧中醫同埋西醫係完全冇一個矛盾點嘅，就係話我以為本質唔同，咁唔代表到啲乜嘢喎？點解我哋唔可以相輔相成咁樣去惠及香港市民，去幫助香港市民用一個更加相對嘅相對比較合適嘅價錢去幫助佢哋嘅健康咧？嗱，今日咧，我哋可以睇到有方同學佢哋係唔願意去睇所有嘅事實啦，佢哋係咁喺度質疑緊中醫嘅成效喎，我哋冇科學根據，但我哋頭先都已經講到沙士其實都係由中醫去作為一個去抑制，去令到呢個病情管住一個爆發啊，咁所以咧，我哋認為有方同學嘅話今日係冇科學根據，完全唔合理噶。其次咧，佢哋就話點解一定要用中醫啫？西醫咪夠咯？因為我哋見到咁樣嘅迫切性同埋需要啊。我哋而家見到嘅迫切性咧，就係3.5年先至睇到骨科，輪候時間係已經要等到唔知幾多時候，我可能死咗先至睇到啊。其次咧，就係我哋見到咁嘅需要，就係咧，我哋認為提供咗多一個將中醫納入一個公營體系之後咧，係可以多咗個途徑去幫助市民，去俾市民選擇噶。點解佢哋仲唔肯接受咧？就好似話我而家咧就係買豬柳蛋漢堡嘅，咁但係咧我認而家咧豬柳蛋漢堡供不應求，所以我就賣埋豬柳漢堡啦。但係反而有同學唔支持，仲話咧我哋賣豬柳漢堡係多此一舉，我哋真係完全理解唔到啦。嗱，其次我哋可以見到有方同學唔肯面對現實咧，佢哋今日嘅立場咧就係一個佛系政府，佢咧認為咧緣分到咗，自然一切所有問題就可以被解決啦。但相反，我哋今日政府，我哋腳踏實地，見到越細有咁樣嘅需要同迫切性，我哋就雖然可以去源頭解決個問題，但我哋亦都以香港市民嘅健康為首，至咁一個基層嘅福祉為先啦。我哋而家咧就係見到公營醫療體系崩潰啊，唔單止政府要崩潰，醫生要崩潰，而家連病人都要崩潰嘛。但係我哋今日咧可以喺自由辯論度見到，其實我哋係今日嘅方學，我哋應該以市民嘅福祉為先，但佢哋就話公帑喎。我哋可以見到今日嘅反方咧係唔係以民為本㗎？於是我哋就覺得咁樣落去咧，如果醫療體系繼續崩潰咧，唔係出路嚟㗎。所以我哋諗住喺原有嘅基礎上推一把手，於是我哋就採用咗中醫去納入公營體系啦。咁對於病人而言咧，可以唔使等咁耐，唔使等到3.5年先睇到骨科。其次亦都有利於發展基層嘅醫療，而呢個咧更加咧就係公營醫療服務嘅本身嘅使命同埋目標啊。咁其次咧就對於醫療系統嚟講咧，佢咧係可以幫手治療呢個慢性患者嘅疾病，例如咧骨醫啦，或者流感，或者三高，其實呢啲都係需要用中醫嘅一啲方法咧係可以治根嘅。咁最後咧，對於政府嚟講咧，我哋正正唔係短視，我哋就係可以見到人口老化問題、前
前咧就一定要洗個燈，點樣先至可以洗得其所呢？我哋就認為中醫係一個出路，佢長遠嚟講係可以減低到醫療負擔，因為佢所需要嘅成本係相對於西醫嗰啲標靶治療嗰啲藥物咧係更加平，但係帶出嚟嘅成效係更加好噶。咁最後咧，我方希望有方今日可以視全港嘅所有基層市民嘅健康福祉為依歸，俾中醫服務一個機會，令到中醫可以真真正正咁樣惠及到基層市民，成為公營醫療體系嘅一部分。多謝各位。正方結辯所用的時間為3分20秒，每小時無上限。現在先請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前副隊長何林生就雙方辯論。首先我講翻，因為望呢度翻，我望後面可能三個成果效應問題，係咪好難咧？咁咧，今日雙方啊，首先就係好多謝雙方啊，都準備好多啦，咁啊，都上演一場好睇嘅比賽啦。咁但係就我就先講咗正方先啦。咁我就會覺得正方咧個立論咧就係咁樣嘅，就話可能而家嘅西醫服務就超級負荷啦，咁就好唔開心，或者人睇唔到西醫咁樣咧，所以咧就最好就去睇中醫啦咁樣。咁大約就係可以，因為你個三個論點其實 OK 啊，係啦，得啊，好好好，我哋啲西醫。好得，一陣先好。咁我哋今年即係我哋今場可以誒俾正反雙方影，有你哋有十分，我哋有十分咁樣，好冇？咁反方好唔好先？我反方嚇，你哋又係老師代表，可以影低先。正方就你做代表，你影一影。嗱，總之我哋計出嚟個分嚇，個原意就係即係話即係上回合真係有計錯分情況，咁我哋就正方計完，反方計完，譬如我哋話三零分啲，我計到係3,845,500，咁呢一對加後3,845,500嗰只冇計錯啊，我就變咗六分啫。哦，咁啊，大家各自影低嗰邊，影咗咁啊，係啊，可以俾翻我，咁我就攞出嚟我哋中央計，唔該曬。影咗咁你自己即係按翻比例計，哦。好 ，thank you， 好。好，咁啊呢個時候就繼續啦，可以聽下評判嘅評語先嚇。咁啊就變咗計分，因為我哋都係要統一處理我哋個考場，我哋準備嚟嘅。好，好，好。咁啊好唔開心啦，講到啲人即係冇咁身體啦，就要喊咁樣。咁但係我就會諗呢個問題，即係聽完評語就第一個問題就係你會講嘅方法就好似即係行行咁樣啦，就係話咁啊點出到咧，人手咁快出貨，但係你後面嗰啲科咧又好似景嗰啲又好拉架，即係你話哎呀去睇眼科咧，又咁樣。係呢啲跟住你哋繼續。好。即係例如人口老化咁，應該理論上係越嚟越多所謂長期病啊。但係你後面嗰個例子係沙士，咁我就會有啲奇怪嘅，好似啲例子同你講個背景就好唔對。咁但係當然就唔係完全咁樣嘅，即係例如有啲咩高血壓嗰啲係對到嘅，但係就變咗嗰、那個。主要解嘅位置上就變咗會解咗啲同你嗰個背好似冇乜關係嘅疾病，嗰啲奇怪啊。而第二樣嘢就係，我覺得我唔知條主線係你哋自己出定係你哋嘅教練出啦。咁如果係你哋自己出嘅話咧，我覺得其實就可能就無心插柳一個位咧，就係其實你哋主線比較強嘅位置應該係你一副講啲嘢，就係講緊就係嗰個成本效益嘅問題。係啦，就係點解即係化妝全場追住你，唔係一個問題，就係喂咁你話加西醫超負荷，你應該加西醫啊嘛，係咪？咁其實你哋係條主線係可以回應嗰個位置，就係講你係講緊嗰個成本效益嘅問題，就係、是、我唔包括中醫，可能醫同樣嘅病，同埋中醫某部分病仲要，即係嗰個俾一蚊出嚟嘅效果係會仲好過西醫，咁所以相輔相成。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哋當咗個主線一部分，就解釋嘅方法嚟處理，但係解話點樣相互相成，但係人哋問你嘅時候，你即用翻啲你哋主線有嘅去回應翻。咁我變咗好可惜嘅位置。第二樣嘢就係我喺你主要係聽唔出呢個位，你係冇乜點解釋過嗰種相互相成個效果係由從嗰個成本效益角度去分析。咁變咗就係、是、好坦白講就是咗我問題。咁其實調翻轉從將你正一嗰啲嘢調上去正主會更加好咧。咁我覺得係值得商榷，尤其係當你哋後場人哋不停問你就係、是，喂咁你只要識講啦，西醫問題咁啊，西醫處理嘅時候，你基本上係處於一個預備啊，
但嗰個位其實喺你哋今日條表現就係唔需要換領，咁主要就係咁樣啦，係啦。咁而反方咧，咁今日反方主要開其實就開咗一個位咧，就係春正醫學嗰個位置。咁我覺得有啲位置我都會有啲嘅疑問嘅，係啦，例如就係講緊話嗰個你話因為點解佢唔夠標準化咧？就是、因為我紅底你底咁開正藥咧就。咁我就會諗個問題，咁係咪西醫部咁嘅情況咧？即係例如我哋睇下幸福雙方嗰度都有講啦，即係咩新咳舊咳雙風咳咁樣都分咗三種啦，係咪先？咁可能佢呢一隻藥係一次過醫曬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即係睇西醫都知道就係、是，咁如果嗰個人係本身有另一種長期病嘅，咁我嗰胎我做咩俾佢？又或者原來我身體對某種藥物敏感嘅，咁我亦都唔能開某種藥俾佢。咁其實亦都係有標準化用佢一萬。咁而調翻轉由正方角度出發，就係其實佢哋後場係捉到一個位置，就係中醫講嗰個標準化，就係跟呢個人嘅體質。咁所以所有紅底人都可以理論上係開到一個比較接近嘅藥方。咁當然要微調啦。咁就正如有啲人可能本身即係傷風得嚟，有腸胃炎嘅咁樣惡狀啦。咁你唔可以開一啲對腸胃損害嘅藥俾佢。咁其實呢個調整嘅道理中西醫都明。咁所以我會好疑惑嘅，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正方太淺。如果俾佢攞翻個位置，就一路都攞落去啦。咁而第二樣我會諗嘅位置就係、是，嗰、那個循證醫學今日雙方討論咗好耐，咁所以我都想講少少關於我自己意見啦。循證醫學嗰個位置，咁第一樣嘢就係點解公營醫院即係公營醫療一定要循證醫學咧？係啦，咁其實呢、這個問題我係打咗個好大問號嘅。咁其實，去到自由辯論先至聽到雙方問啦，同埋回應啦。咁就回應個位就係講緊立法會個文件都有講啦，係完成呢個點點。我就講兩年太遲，即係我冇記錯，你主編好似有相關內容，但唔知點解去到一二副係完全變咗啦。即係基本上評判係即係我自己啦，我自己即係老闆出台啦，咁就完全記得咗一回事，咁就變咗係咁問，咁依家要循證醫學咁樣咧。咁而第二樣嘢就係、是中醫如果不符合循證醫學嘅，牽涉到好多就係今日雙方都冇開過嘅，有嘅中醫服務或者受處分。其實我呢個問題擺咗喺度係雙方嘅討論，咩意思就係、是，假如大家都同樣認同喺立法會個文件框架下，就係中醫納入循證醫學係佢嘅目標嘅話，咁喺正方嘅角度嚟睇，你覺得而家嘅中醫服務係點樣？唔足夠。唔符合循證醫學，但係都要繼續行，要點樣咧？而反方又調翻轉啦，你覺得佢唔符合，政府唔應該俾錢落去，咁但係佢而家冇公營嘅，佢啲公司合營啊、第三方合營啊，甚至你話不如俾醫療券，佢係中醫療券咁點睇咧？咁樣係咪？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呢一樣嘢係你眼中唔符合而家我哋公營醫療準則，咁點解直頭要俾醫療券佢咧？或者係啦，點解要同佢合作咧？咁我又會反駁問號，咁都係想我唔問啊，但我呢個值得大家思考嘅原則問題。咁其實再牽涉就會牽涉好多問題會問雙方啦，例如正方嗰度會話可以調理身體預防勝於治療喎，咁我食維他命丸都預防勝於治療，咁係咪要公營納入啲維他命派發所咁樣每日可以俾市民免費領取維他命丸咧？係咪先？咁同樣標準答案牽涉個問題，咁點解反方都係啦？係嗰個我唔想講，真係唔知點講。維他命丸，咁調翻轉就係反方其實都有啲問題，就一問嘅就係、是，咁你話有效就等於咩啊？即係你問個正方有效，點解就等於要納入？其實呢個問題可以延伸好多個玩法，即係例如我而家去拜龍大仙，即係南區個站去龍大仙點拜完神，我覺得自己條身體好咗，健康咗，大隻好，好問十個揾十個龍大仙對唔對咁講啊？益壽係咪有人覺得有效，或者最後推啦，好似真係有啲效？咁我就要將大師都納埋公營醫療，係即係每間醫院都納到大師最好，每日拜三下咁都係個醫療嘅方法咧，就牽涉好多問題。咁所以最後就主要就係咁樣啦。咁就有少少反思，可能大家去諗下就係、是、啲，即係呢一條辯題入邊中醫有關嘢喺邏輯上係好難三言兩語講得清楚。例如我哋成日都講三元論啦，係咪先？即係有個前提啦，跟住然後有另一個前提，跟住加埋有結論。咁但係喺醫學上咧，呢一樣嘢就會牽涉好有趣討論，就係我飲緊水，我生存得好定咧？咁所以咧就
發展嗰樣講，就係、是、我一路呼吸緊，但係咧即係我本身有鼻敏感，然後我一路呼吸嘅過程，我鼻敏感咧又好翻嘅，咁所以咧呼吸就係容易醫鼻敏感啦。咁其實你就係三種框架係唔必曬，咁但係問題就係一個人嘅身體唔咁簡單，有單一因素，咁多好多因素，咁所以就呢個議題唔同樣啦，就係、是、到底一種醫療手段，又或者中醫也好、西醫也好，當中嗰、那個即係邊一個位置有邊個位置冇效咧？咁我覺得呢個位係非常之難討論。咁今日雙方都可以喺呢個位度諗下，到底辯論同埋醫學嗰個邏輯之間，到底點樣可以喺咁短嘅時間諗清楚？
開始聽得到反方點解要用循證醫學呢樣嘢，係因為你係覺得即係循證醫學先至可以符合公帑運用嘅原則因為咧喺前段嘅時候，你哋好多時候就不斷喺度講話，因為公營醫療系統係循證醫學，咁所以咧中醫服務唔係循證醫學，所以咧就唔可以納入去啦。咁但係其實去到後邊我就知道，原來咧呢樣嘢同公帑運用有關，因為公帑即係公帑係即係好，即係我哋要有效咁運用啦，要衡工量值。咁而循證醫學咧先至係符合公帑運用原則，因為佢可以咧有確保咗個成效。咁所以咧，我哋用西醫嘅循證醫學，咁咧就可以幫助你確保公帑可以用得其所啦。咁而中醫因為其實所有都要按體質啊啲嘢去試啊去嚟嘅，咁所以咧未必真係符合公帑原則，咁啲嘢就會體質咁好啦。咁我覺得其實你哋嘅主點應該強調多少先係講公帑運用，而唔係去講循證醫學係啲乜嘢，係啦。因為我覺得如果你兩者配合唔到嘅時候，我係好難即係好難説服到我點解中醫唔係循證醫學，就等於唔可以納入佢咯，係啦。即係例如。我覺得你哋可以講多啲，即係例如你哋講咗好多嗰啲中醫係要寒底熱底啊唔同嘅方面嗰啲嘢，咁但係都好多啲生活化嘅例子，即係你話其實即係例如我，即係我係一個成日睇中醫嘅人啦，即係我，但係咧問題係其實唔一定係每一個中醫一睇知你寒底熱底就知分輕嘅，其實可能你仲要試唔同嘅中醫啦，可能你要就算你係寒底都好，即係可能即使有一個藥方都可能要試好多種先知邊一種啱嘅，因為每個人體質唔同。跟住睇下你啲氣血嘅運行啊，啲嘢，咁所以其實係要試好耐先會知邊一種藥係啱定啦，邊個醫師啱定啱啲。咁所以如果公帑用即係你哋最主要嘅納入基礎，呢樣嘢會幫到你，因為可能要試好耐，試好多種，咁先揾到啱啲。咁相反，西醫去做嘅就係可以，西醫去做就係、是、咁，就算你係有唔同嘅級，咁都知係咳水都係幫到你。咁最多咧都係試邊只牌子嘅咳水幫到你，咁就唔會試咁耐。所以反而呢一方面係我會希望你哋去講清，即係可以將循證醫學同公帑運用結得好啲啦，同埋攞多啲例子去展示，會比較好少少嘅，係啦。咁而正方咧，我會覺得有啲乜嘢嘢可以做得好少少，可以諗多一步咧，就係、是、其實你都可以諗下，就係嗰啲公營醫療系統對你嚟講係啲乜嘢？即係例如公營醫療系統係你諗下，就係所有啲基層嘅市民，第一即係一有病嘅時候，第一步就會去睇醫生。咁但係諗下，其實好似你哋眼中，即係好似你哋所講，就係咁中醫同埋西醫其實，即係中醫同即係我哋又可以諗下，就係中醫同西醫可能係有兩種唔同嘅治療嘅方法，一種可能係調和身體，另一種咧可能針對病症。咁但係諗下，點解公營醫療系統一定要逼人哋用某一種醫療體系去醫咧？即係點解我哋唔可以俾一個選擇，可以俾佢哋用邊個去揀？即係諗下，可能老人家咁樣，可能西醫，即係西藥對佢嚟講，可能個對身體損害比較大，可能佢會選擇中醫。咁喺呢個情況底下，政府係咪可以喺公營醫療系統方面兩邊都納入咧？其實多個選擇去揀一個啱自己身體嘅情況去做咧。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可以思考多少少，就係即係到底喺你哋眼中公營醫療體系係啲乜嘢？係咪一定要逼人哋揀某一種方法咧？第二樣就係到底中西醫嘅分別喺邊度咧？係咪真係睇啲咩都冇所謂？即係咪真係好似你哋見面即係講咗個例子，就係好似話啊，而家有多種食，即係好似有多個項目俾你哋揀。咁但係諗下正常食嘢，咁可能都有唔同飲食習慣，咁可以即係唔係有食物我就一定唔會食嘅。咁可能我都話分，即係可能我係中意啲中餐，咁我就你就算俾韓國我都唔會去食。咁所以就諗清楚到底你哋對中西醫嘅睇法係點樣，同埋覺得公營啲嘅情況會係點樣？係啦，咁小超嘅演講大家都係唔該曬，最後有請天樂中學。對負責老師何偉健先生。大家好啦，咁好同意剛剛評判即係都嘅分享啦。其實正方咧今日嗰個成個立論咧嘅要點係在於，究竟做唔做到分級係中醫納入咗呢個公營醫療體系之後，究竟啲人點解中意，啲人點解唔中意？咁所以其實喺立論上邊咧，要啲豐富啲去加強呢個說服力嘅話咧。其實需要講多少少市民，即係而家即係對方就不斷講政府係公帑咁樣去供應你哋時候，但係你可以嘗試用另一個角度，就係市民點樣睇中醫。市民其實對於中醫嘅信心係越嚟越多，對於中醫嘅成效嘅認同其實應該係比以前更高。咁所以但係遺憾嘅就係你哋就冇喺呢方面做得好多。咁所以其實如果係
可以建立到喺呢一個嘅你哋社會論證會好重要嗰個推論嗰個前設啦。做得好啲嘅話咧，咁其實係會對於你哋嗰個主線嘅建立係更加有幫助。咁但係即係呢一方面咧，其實係反方係好應該去攻。咁但係當然，因為你哋嘅主線嘅定立裏面就淨係鎖定咗喺呢一個循證醫學上面啦，喺公堂法庭上面啦，咁所以令到你哋可能覺得即係對方呢一個咁樣嘅納入公營醫療體系個必要性喺前場主辯同一副都冇問題，去到二副咧，佢先真係去問啊，咁有需要唔緊要納入公營，咁可以去私家嘅。私營嘅即係一啲嘅中醫服務，咁其實呢啲嘅攻擊其實係應該一早就要出，以至到即係質問到正方同學點解今日我哋需要將中醫納入去公營醫療體系，個必要性個需要性喺邊度咧？咁到底而家嘅市場出現咩問題咧？咁呢啲可能係即係反方係應該好早嘅時候就要攻擊，係。死守住自己個循證醫學咯，因為其實即坦白講，就係今日反方的攻擊係比較單一嘅，其實論點都係比較單一，就係、是、循證醫學四個字就打咗全場。咁但係如果要將你個嗰個嘅優勢再擴闊大啲嘅話咧，其實應該要擴闊多幾個字，特別喺人哋嘅主線嘅流動上面嘅攻擊係應該要再多啲，再強多少少。咁即係調翻轉，我要幫正方去諗嘅時候咧，就係、是、究竟人哋打緊一個循證醫學呢一個嘅概念嘅時候，咁應該點樣查咧咁樣？咁其實咧正方係有一啲嘅例證係可以去查得到嘅，例如呢個不斷強調沙士嗰個嘅中醫嗰個嘅效用啦。咁其實即係我諗講到尾就係、是。講到尾就係對方好強調就係公帑運用係要有效率，咁你就要諗一樣嘢，事實上政府有冇抌個公帑出嚟資助中醫啊？起個中醫院邊個俾錢？起中醫院邊個俾錢？有冇抌個錢出嚟去俾中醫研究？有好少，0.1%係咪？係有唔等於冇。OK， 咁你有嘅時候，咁當然你可以修飾一下啦。咁即係政府其實有俾錢嘅喎。咁政府有俾錢嘅話，係咪政府用公帑嘅原則真係純粹衡量佢係咪純正醫學咧？咁呢個位置其實你可以做一個好好嘅一個例證，去做一個反擊，等對方睇下點樣回應你，點解無端端一定要用呢一個嘅純正醫學呢一套原則，而中醫一定要俾佢專門。咁呢個係可以你去利用你哋手頭上有嘅一啲資料嚟去做一啲嘅反擊，係啦。咁大體上係咁多啦。咁不過有一樣要提醒嘅就係、即係我諗辯論呢一個嘅活動咧，其實唔係大家。咁所以大家要有一啲嘅君子嘅風度，例如咧即係如果出到嚟好似真係。真係一個嗌交咁樣嘅環節咧，其實無論我知道有陣時你講極咁對手都好似唔明白你講乜嘢咁樣，你會有啲嘢嬲嘅。但係我哋都即係你都 bear in mind， 其實辯論呢個活動係一個可以好理性討論嘅一個活動。咁所以雙方都應該係互相尊重啦，同埋用嘅字眼係要小心啲咯。
家宣布賽果。首先是最佳辯論員獎項，今日的最佳辯論員是正方的葉蓮芳律師。至於今日的賽果，正方得票為零票，反方得票為三票。換句話說，今日勝出比賽的是反方普羅綠社書院。